第一题，一个物体沿斜角西塔的光滑斜面自由滑下，与该物体由同一地点自由落下，两者重力的平均功率比为多少？我们看旁边这个图，这里有个物体，假设质量是 m， 物体放在斜面上，由斜面自由滑下，斜面斜角是西塔角，假设斜面长度是 l， 斜面高度是 h， 则 h 的高度等于L 乘上 sin 西塔。可是物体放在斜面上，物体向下受到重力，质量 m， 所以重量 mg， 物体沿着斜面有一个下滑力，假设这个下滑力是 F1， 则 F1 沿着斜面，这时下滑力 mg sin 西塔，这是沿着斜面的下滑力，这个力等于 ma， 所以物体沿着斜面下滑的加速度 a 等于 g 乘 sin 西塔。可是斜面长度是 l， 因此从顶端滑到底部所需要的时间 l 等于初速是零，二分之一 at 平方。A 是 g sin 西塔，所以等于二分之一乘上 g sin 西塔乘以 t 的平方，因此时间 t 等于二 l 除上 g sin 西塔。开根号，这是物体从斜面顶端滑到斜面底部所经过的时间。所以现在题目要问物体从斜面顶端滑到底部，重力对物体的平均功率。因为从顶端滑到底部，这时重力作功。如果重力作功 W1 等于从顶端到底部下降的高度是 h， 所以等于 mgh。因为重力向下，位移向下，所以重力作正功。而 h 是 l sin 西塔，因此我们把 mgh。我们换成 mg 乘上 l sin 西塔，这重力所做的功。而物体滑到底部，它的平均功率，如果这个功率是 P1 等于重力作功 W1 除以时间，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叫做 T1， 则把时间除以 T1 会等于 mgl乘 sin 西塔除上 T1， 是根号 2L 除以 G sin 西塔，所以等于 MGL sin 西塔乘上，我们把根号倒过来， 2L 分之 G sin 西塔。所以把 L 移到根号里面去，就等于 mg sin 西塔乘上根号二分之一 gl sin 西塔。这是物体沿着斜面从顶端到底部它的平均功率。而物体从顶端自由落下，落下高度 h 等于 l sin 西塔，因此落下的距离 h 等于 l sin 西塔。然而如果做自由落体，这时时间二分之一 gt 平方，如果这个时间是 t2， 因此把二乘上来拘移下来， t2 就等于两倍 l sin 西塔除以 g， 开根号，这是从顶端自由落下所需要的时间。因此如果自由落下，它的平均功率如果是 P2， 则 P2 等于我们把做功 W2 除以时间 T2。 因为做功从顶端自由落下，重力 mg 位移 h 等于 l sin 西塔，这个是重力做功，除以经过时间根号 2L sin 西塔除以 G， 所以等于 MGL sin 西塔
乘上根号。2L 赛斯塔分之 g， 我们把 L 赛斯塔移到根号里面去，于是变成了 mg 乘上根号。L 赛斯塔移进去，平方和分母消掉，所以变成二分之一 gL 赛斯塔。因此，物体沿着光滑斜面自由滑下的功率是 p1，而物体自由落下的功率是 p2。所以，现在题目要求物体沿着光滑斜面滑到底部时重力的平均功率，还有物体自由落下时重力的平均功率。我们把 p1 比 p2，于是 p1 等于 mg 赛斯塔乘上根号。二分之一 gL 赛斯塔比上 mg 乘上根号二分之一 gL 赛斯塔。我们发现根号里面两个数值都相同，所以我们直接把根号约掉，所以 mg 和 mg 约分，因此等于赛斯塔比上一，所以 P1 比 P2 等于赛斯塔比1，所以第一题 B 的答案。